能源，我们都可以采用这个核聚变的这个能源，那我们将来那就是要节省大笔的哎生活费用啦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生活将是无限的美好，再加上我们新中国联邦人是无苗什么哎有必出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将是引领新时代的新种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啊叫什么今日新闻热点直击分享完毕。啊，直播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、点赞和分享。我们明天呢，在我的小芽菜月光屋，在美西时间22:30左右呢，又会和大家进行今日新闻热点直击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好，我的这个叫什么？小福利扇子送上，感谢。好，那我这里呢，要不要送上一首歌呢？我觉得好像要送上一首七哥的歌好不好，我觉得七哥的歌是非常动人的，那就作为我们的结束曲，因为我们都很想七哥了，所以这里呢给大家啊一起分享一首凤求凰。